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。新时代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，我是林桂英。今日是在新历的105年12月7日，旧历的11月7日，礼拜一。好，这新闻一开始，咱就用30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新闻。彰化市路边停车每年新历1月份开始收费，17条道路设置540个停车格，每小时20元，收费的时间是为逐天早起8点到暗时8点。石牌排水改善第3期工程以及桥梁改建工程5号举行开工动土典礼，馆长魏明国亲自主持，五万工程完工了后，提供防洪和通风的功能。彰化秀团纪念病院6期医疗大楼举行上梁典礼，未来将展现人本服务和智能力量特色，提供民众更加好的医疗健康服务。后来新闻一开始哦，甲乡亲的停车权益有真大的关系，就是彰化市路边停车收费按每年新历1月份开始，要来正式上路。收费区域内哦，逐天早起8点到暗时的8点，每小时20元。区市长就来强调，伊讲每年会当替彰化市的市库增加400多万的收入。在位真久的彰化市路边停车格收费措施，每年1月7日开始正式实施。市长邱建富说明，收费区域内大约有550个停车格，逐天透早8点到暗时8点停车收费，每点钟是20元。咱彰化市确定伫咱106年1月7日开始正式实施路边收费停车。那么咱收费的时间是会在8点到夜晚8点，每一点钟20元。那么咱实施的范围内面大概有550个左右。咱伫每一个实施的路段，咱来搭一个路边收费停车的告示，予大家当知影。礼拜开始咱会伫咱全彰化市啊73里来做一个停车收费的示范宣导，予大家知影讲咱路边收费停车是安怎去办理，予大家当早一日来习惯。市长表示，如果每年增加市库收入400多万，但这笔收入不是最重要的，提高停车格周转率、活络商机，这是必须实施的重点。增加事故裁员呢，我们一年算起来呢，并没有很多了哈，大概能够增加的部分呢，大概在400多万左右哈。这不是我们首要的目标，我们首要的目标是要让我们彰化市的市区啊，能够有更多的停车位，带动商机跟经济繁荣，是我们主要的目标。有没有月票的？有月租的？目前还没有月租。彰化市率先完成鹿港甲杉尾3乡定期实施路边停车格收费，展现区市长对城市规划甲活络观光的用心甲魄力。伊强调，已经准备一年才会当如期上路，对彰化市发展有真正面的效益。大中华新闻，陈文清彰化采访报道。到底在现场来看，为着要来提升石牌排水的通水能力，减少大川乡饮水危害，彰化县长魏明国5号早起是来到大川乡美港村主持石牌排水基线3期排水改善甲桥梁改建工程的开工动土典礼。希望这工程哦，会当改善完成了后，提升排水沟的防洪甲通风能力。路过吉祥，上在现水，替石牌排水基线3期排水改善甲桥梁改建工程开工动土典礼带来好结果。彰化县长魏明国、大川乡长游胜，也阁有相关地方民意代表拢到场，见证历史时刻。好，第三传圆满吉祥。石牌排水是彰化县的重要区域排水，整治了后会彻底改善大川乡居民饮水的困扰。是咱彰化县上重要的这个区域排水，每一届落大雨时吼，拢会造成这个石牌排水泛滥成灾，拢有淹水之苦。所以彰化县政府
这两年来已经种第一期、第二期，今仔日是第三期哈。啊，第三期就是为大川的中正东路啊加。啊，这个四福桥吼、哦，就是大川甲湾里面隔界这个所在，啊，这是第三期，啊，所以县政府已经捐出水利署啊4亿7千万，要来做啊这个石膏排水吼，而且改善工程，啊，阮希望讲石膏排水啊第四期，啊，佮做到这个湾林啊北高山的这个湾水路。安尼，这条石膏排水就会当完全来整治完毕。县长魏明国嘛感谢大川乡公所积极配合，补助600万的经费进行桥梁设置。这个三期的动工吼，啊，将来动工好了吼，对咱大川乡吼，按这个排水的系统吼，啊，会当搁再较好。因为这段吼，嘛拢捌预提过吼，捌预提过洪台期吼，也捌预提过规划界，啊，会当讲吼。来做这个改善吼，相信对地形是相当的好，啊嘛会当讲吼改善这个淹水的问题啦。开工动土了后，伫咧石膏排水整治的过程当中，卖来拓宽两环道路6米或者是8米，并且加深排水断面，将来为八卦山原水路通行到彰化市，就会当取代山卡路或者是中山路，经过排洪甲交通。大彰化新闻林布英台川采访报道。中华秀团纪念病院六期医疗大楼举行上梁典礼，院方表示，大楼内部将规划英文中心、行政总部、病房等空间。另外，在明年停车场就会先来运作，后年全面营运，将提供民众更加好的医疗健康服务。在服务迈向45年的中华秀团医疗扩大延伸医疗健康服务，为伫延平公园边的6期医疗大楼，闹得举行上梁典礼。预估明年地当先开放停车场，后年正式营运。1楼、2楼的空间就会与社区的居民的生活融为一体。然后，当然在楼上，包括了我们解决了在延平公园周边延平里这一带。我想最大家最困扰的停车的问题，在4楼以上，我们会有几个主要的医疗楼层，包括了几个重症跟头等病房都会放在这个楼层里面。当然，我们未来秀传的在彰化区，包括了营运中心的行政总部也会设在这栋大楼，所以这栋大楼未来应该在这秀传体系里面。会是彰化区的一个主楼。中华秀团6期医疗大楼结合地灵地灵特色，马中立公园社区加彰化市民做好厝边，展现秀团提悬医疗服务的努力。也符合绿能跟智能两个双能设计的精神上面，会是以一个为人为本，延续秀传体系，包括在彰滨院区。以一个健康园区的概念来设计这一栋医疗大楼，然后我们当然会是以一个社区为结合，然后以社区的需求为出发点，来提供整合性、连贯性跟长期性的医疗照护，为这一栋大楼的我们目前设定的目标。秀团新大楼后年将营运，对病院之间是良性竞争，对民众来讲，也能享受更加好的医疗服务品质。大中华新闻，陈文清中华采访报道。福建乡农会在二港成立彰化县国产饲料供应中心，提供比进口价少小50%以上优质牧草，后来降低落农的生产成本。Introducing our first performance SUV, the all-new Jaguar F-Pace. Jaguar 拥抱艺术行动，全车系银星价192万起，再享零负担5年原厂保养礼遇。隐秘社区保全规划，独有私人行馆，四季花园社区，2000坪自然生活庄园，
属于我的无边世界，让健康伴随生活。12-16米电梯豪数，仅限20位层峰人士，收藏最美好的理想建筑。大雄藏锋836-7168。都在这，彰化人，我们一起关心彰化大小事。新闻来现场，我是林桂英。明仔是拜二，嘛是旧历十一月初八。根据通讯记载，明仔在位公爹正南方，何时是下晡3点到5点是一个纳宅。另外，有甚物代志是要特别注意的，咱做回来关心。在鹿港镇杨厝社区的巷弄内面，原本光艳艳的这红毛土壁面，伫个师傅油漆彩绘了后，杨枝三枝彩绘，予袂少经过的民众拢学到这杨厝真正变水啊！另外，社区嘛当伫个进行这青阿树公园的景观设置，即马咱就对着在地上水的派员吴文钦的脚步，做回来看卖当伫个进行改造的美丽家园。咱永厝社区吼，早期是一个海波新生地，啊，海波新生地利用这海波新生地来饲羊啊，啊，大家问讲啊，迄是啥物所在啊？啊，大家讲啊，迄个羊啊厝、羊啊厝、羊啊厝的所在，所以讲吼，咱即摆就特别请到咱一个彩绘师傅吼，来甲咱做着 3D 彩绘，将咱这永厝的精神来甲伊发现出来安尼啊。上完地色的壁面，伫咧师傅的另外画笔之下，甲原本普通的巷弄壁倒。变成永厝社区的特色，嘛带予路过民众全新的感受。我讲啊，这鱼仔树搁画一挂鱼仔，真水啊！哦，伊画甲安尼非常的生动。你看伊的鱼仔毛啦，吼，啊，搁伊的眼睛吼栩栩如生。希望大家有机会来到咱永厝社区行行看看咧，来体验到咱农村的这个生态甲生活安尼是。透过社区理事长吴文钦以及鹿港镇公所的经费补助，甲在地艺术家的结合，推动社区营造，打造代表性的地标。规划吼，我嘛来参与哦。啊，其实吼，咱永厝社区啊，在讲这段期间吼，经营了非常的好。啊，这个志工吼，啊嘛，大家吼，当真合作吼，将社区的一款立体化，一款环境中整理也真好。那今日这个立体彩绘吼。啊，我感觉吼，这是社区一个新的活力啦吼。目前李长搁伫咧计划，除了 3D 养殖彩绘，搁要来进行青阿树公园立体化，甲步道植栽工程，要让遮个环境变了更加好。这个队嘛去来争取啊140几万吼，啊来做一个公园啊。诶，我感觉吼，社区若咧振动吼，我相信公部门将会等到赞助吼，啊，让这社区更加活力。这个是咱社区一个新的景点吼，就是咱龙树公园，从咱社区投入足侪这个人工甲技工，慢慢来甲完成。即届吼，咱鹿港公所投入一大笔的经费，来甲咱做着绿美化甲这个步道的部分。
希望咱爱惜这个资源吼，啊，居民大家来遮做好，大家拢来遮运动健身安尼。新的一年，永春社区理事长吴文钦积极美化社区，借由表面彩绘以及景观公园，替永春换上新的气象，注入新的活力，迎接新的一年。高中华新闻林桂英录港采访报道。彰化县复兴乡青年产量哦全台第一，为着要来提供优质绩效稳定的牧草来源，后来降低劳动生产的成本，提升产业的竞争力。彰化县政府甲行政院农委会讲，着来补助复兴乡农会建立彰化县国产饲料供应中心。未来这间国产饲料供应中心的牧草绩效，讲会比进口的少要五成以上，会当讲哦，给劳动一个真好的发展机。揭牌开幕式，三二一，请揭牌，宝门。福建乡是全台上最大的莲雾饲养区，为着要来应付牧草供应，是特别成立彰化县国际饲料供应中心。甲白典礼落力滚滚，嘛希望遮会当成为着农耕业的后盾。进乡当地的酪农产业，未来的发展，我们来建立一个基地。未来在这个基地是我们国产饲料的一个运作中心，希望能够降低我们酪农的成本，希望能够解决我们酪农业所面临的一些产业的问题。我们配合政府的政策，我们大力的来辅导我们这些酪农产业。国际饲料供应中心的介绍比进口介绍少要五成以上，加上目前已经有大田农签下100多公顷的土地，要来种植牧草。目前我们最主要大部分以盘古拉草为主，那我们现在也在正在试验冬季的甜燕麦、甜高粱以及尼罗草，希望能够在更多的适合当地播种的这个品种上面继续的研发，继续的去发展。中国当时也来成立复兴牧草专区，实行合理化业肥，降低生产成本，维护农地生态环境，达到农畜产业互惠双赢的局面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复兴采访报道。那再来把镜头转来李林镇，来看朱文平和农场是来举办这农创学院课程讲座，透过一系列新农种植植的知识经验分享，希望带领有兴趣从事农业的民众共同创造农业奇迹。来自德堂惠秀农场的负责人林惠英分享一年以来一直饲猪的经验，也是88年新农种植主的。伊表示，从事畜牧业除了爱跟上时代脚步，了解上新的科技资讯以外，更加爱用心在家己的事业上。自动化设备，我伫民工，伫我饲猪，我算做早的吼，那个刚刚到尾有很多都可以看到，因为我饲猪几乎拢饲的无几乎拢自动化的吼。像我煮这足少咧洗皮条，我是用水吼，用一撮水，啊，就逐工个水甲漏掉，啊，就换新个，所以我们煮这很少再洗吼。像我咧三房个，一个月才洗一次吼，就底下造水个，里面了，我们靠做清水动作，但是清水都做得非常彻底，拢用高压的洗啊，一定拢甲新个拢完全共个，一点仔污垢都无。保育色也要这个样子，小猪色也要这个样子。这是为了提升民众从事农业的兴趣和知识，在李林镇朱温庇护农场所举办的农创学院课程讲座，透过一系列新农种植主的经验分享，了解更加多农业知识。有这个机会，然后对于种植这个部分，我自己蛮喜欢的啊，所以就有这个机会就来参加这样子。因为我自己本身我喜欢种植，所以我对种植这个部分我是比较感兴趣的。那这一期上课下来觉得，还不错，就认识蛮多的。就像昨天的课程有那个兰花的部分，介绍兰花的部分，就这个部分我还蛮喜欢的。透过安尼课程讲座，唔来当和新农种植主会当分享经验成果，成为上课学员的学习目标，更加希望推动农业现代化，和更加侪少年人回来故乡，为咱的土地培育更加侪人才。大中华新闻综合报道。休春一个广告，转来来看，福安宫上盛大路活动，上百个顶头锣鼓喧天，热闹滚滚，嘛来展现延续百多年的宗教盛事。
有线电视第一领导品牌，新频道数位有线电视。还在辛苦偷看别人的吗？现在 Super MOD 跨界超进化，让你影音带着走，随时轻松看，一人下载多人共享，再送看片金哦，还有免费频道超多优惠，快下载 Super MOD 随选随看 APP， 自由享受不间断。专业的报道，开阔你的视野，最新最及时的地方讯息都在这，彰化人，我们一起关心彰化大小事。小资企业向前冲，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，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，计价最公道，效益无限大。广告特拨专线711-9440，711-9440。凯擘大宽频300Mbps光纤上网，下载超级快，无线上网一样快，给你一眼瞬间的极速，快播0809-009-658，凯擘大宽频，学生独享光纤上网699起，申办就送奖学金哦。欢迎回来到中华新闻的现场，总教圣书新港后岸宫妈祖收兵祭典活动热烈滚滚，大东川哦再去登后岸宫交祭，下晡伫泥路主砖出川，后上盛大路回宫，上百人咧在顶头甲信徒沿路祭拜，祈求妈祖保保庇因平安顺遂。新港后岸宫妈祖收兵祭典活动，规工拢热烈滚滚。一透早，今年担任神通的大东川六地寮太原宫就先转来后岸宫交祭。咱大东川哦，六地寮太原宫吼，啊，一年多就神通安尼吼，啊，今仔日哦来交祭，哦，啊会当圆满，啊会当安尼大家吼保庇，咱安尼哦，咱妈祖婆会当保庇大家哦。会当在信者会当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哦，会当哦，大家会当按大赚钱安尼哦，感谢大家。今年盛大路路主转厝村草湖保安宫，更加是欢喜动庆，护送盛大路登保安宫，到才好每年路主转行村行河宫。为了这个县事，大家出钱出力，吼、哦、啊，不管志工啦，吼、哦，还是讲任何一个团体，吼、哦，拢来接替咱砖头，啊，接跩。哦，跩诚信大众哦，甲有心哦，来参与这县市的跩志工团体，也是出钱出来的跩义工人士吼，本人致120,000的谢意，吼、哦，祝福因大家吼，宏图大展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吼、哦，大发财，发大财。盛大路是安怎嘞？爱堆羊，顶头非常的热闹，真正多安尼，搁尤其嘞，咱有15里嘞。啊，差不多13-14团里有这米拉饭的，啊，非常的多，啊，来参加这个破案呢。所以讲，咱新港后岸桥呢，今年一度呢，这东尾呢收兵的时阵呢，非常的热闹，真正隆重。后岸宫上盛大路的收兵仪式，每年东尾举行。新港14村甲河滨欧来里拢共享盛举，地牛行礼顶头非常热闹，保留宗教文化传统风俗。大中华新闻，陈文清新港采访报道。艺文活动，2016中华关艺术光点艺文圆梦计划，新民国小是其中展览的学校之一，就由图书馆内部丰富的装册，开拓学生的艺术视野，也来欣赏到世界知名画家的作品。
新民国社为着艺术光点艺文圆梦计划，就伫图书馆内面展示各类的书籍。即挂册本是由金融文教基金会主办，基金会赞助资金，由出版社提册本到学校图书馆展示。新民国社嘛是即个计划学校之一，校方嘛鼓励同学到图书馆来甲读册本。很感谢彰化县政府以及东硕科技，还有炎阳文教基金会。青睐本校，然后在我们学校设立的绘本馆。那这个绘本馆的展览呢，除了总共有五个展期，五个展期各有不同的出版社图书展出，那也透过这个展览让小朋友有更多艺术教育的可能。为着鼓励学生到图书馆来阅读绘图册本，校方嘛规划出阅读号召甲模彩活动。活动开始以来，已经真侪学生到图书馆阅读，收得来嘛舞台剧的演出等等。对艺术光点艺文网网计划嘛达到好学生扩展视野，对册本当中学习到真侪知识。大中华新闻综合报道。来关心客户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。今日的总交易量哦，共有140公吨，平均的价钱是每公斤23.6元。继续来看详细交易情形。花菜上价27，中价18.8元，下价15.4元。刺瓜上价14.6元，中价9.7元，下价9元。苦瓜上价103元，中价73.5元，下价40元。菜瓜上价47元，中价40.9元，下价20元。韭菜花上价90.1元，中价83.1元，下价75.5元。高丽菜上价33.3元，中价25.8元，下价17.8元。包心白上价13.6元，中价10.5元，下价8.4元。葱头上价24.5元，中价20元，下价15.9元。菜头上价14.6元，中价10.8元，下价8.8元。葱啊上价85元，中价64.1元，下价58.5元。青菜上价51元，中价40.9元，下价27.5元。瓜果上价55元，中价36.6元，下价28.6元。受到东北季风的增强影响哦，这礼拜会较冷哦。按拜三开始哦，这上个温会来到15度，冷空气南下，愈暗就会愈冷。暗时北部的温哦就会降到18度。另外，咱中部地区嘛会转凉。拜二透早，中部以北的温会来到17度。提醒乡亲出门的时阵，是要特别注意温度的变化。就是今日的大中华新闻，感谢乡亲的收看，我是林桂英，那明仔再同一时间期待再相会。